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要想了解无限这个词的含义，首先要对宇宙中的数量级有一个大致的概念。让我们从查尔斯·狄更斯笔下伦敦的一条狭窄小巷说起吧。就像《老古玩店》这本小说的真实再现，在古玩店里你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稀世收藏，有萎缩的头颅、手稿、报纸、书籍和不计其数的稀罕玩意儿。这是来自津巴布韦的一张面值100万亿元的纸币。2008年底，津巴布韦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这张纸币的价值仅相当于1.5美元。再增加两个数量级，我们将认识一件更有价值的东西。史上运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很快将突破每秒2亿亿次，相当于20后面跟着15个零。以这个速度运算1.5天的时间，得出的结果为全世界海滩上所有沙子的数量，相当于10后面跟着22个零。这也是可见宇宙范围内星星的大概数量。那么可见宇宙中有多少原子呢？数量约为10的78次方。多少立方厘米？约为10的84次方。继续数下去，让我们来看看吉尼斯世界纪录十进制数字中已被命名的最大数字。佛教中表示时间的概念阿僧指，相当于10的140次方年。迄今为止我们用过的最大数字是格雷厄姆系数，它是用于计算 n 维立方体角度的。如果把可见宇宙按已知的最小单元，也就是普朗克尺度来分割，那么所有单元的总数也比不上格雷厄姆系数大。即便如此，我们也远未接近无穷这一终极概念。如果你认为它太难捉摸，那将有很多人赞同你的观点，即使对聪明的大脑而言，理解它也并非易事。2000多年前，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和他的追随者认为，数字关系是帮助人们理解周围世界的钥匙。但他们在研究几何图形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重要的比率并不能简单地用数字表达。比如圆周率是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称为派。现在电脑专家计算圆周率已达到小数点后50000亿位，进一步证明了希腊数学家有关派是无限不循环小数的理论。派等无理数的发现一度令人类十分困惑。据说毕达哥拉斯的一位门徒希帕索斯曾因泄露了无理数的秘密而被投入大海淹死。
一个世纪后，哲学家芝诺用一系列悖论将无穷概念推上舞台。他提出的这些情境都是真实的，但又完全违背直觉。下面我们举一个现代版的芝诺悖论例子。比如你要过马路，在你走完全程之前必须先走过距离对面街道的一半，为此又必须走过一半的一半。那么由此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你到对面街道的距离是有限的，但要走到对面却需要无穷多步。这在今天的数学中已经成为一个假定，任何长度都可以被分为无穷段，或者说任何一条线都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无穷的概念让希腊人非常烦恼，因为这与他们希望以数字来解释世间万象的愿望相冲突。对于生活在芝诺之后100年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来说，世界是在由无穷激发的无形无态的混沌之中诞生的。在这片原始的混沌之中，没有任何自然法则，也没有界限可言，形态、内容都不存在。然而假设宇宙是有尽头的，那么如果一位勇士来到了宇宙的边缘，并向外扔出一杆飞矛，会发生什么呢？长矛会飞向哪里？亚里士多德认为飞矛不会飞向无穷远，他更倾向于飞矛会加入天上星星的行列，在以地球为中心的一个水晶球体内运动。亚里士多德捍卫了一个有限宇宙论，并将因此名垂青史。亚里士多德还研究了圆周率派等无理数，尽管每重新计算一次，小数点后的数都能增加一位，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它最末最末的一位数是几。亚里士多德把这称为前无穷。与前无穷相对的是实无穷，比如说组成一条线的所有点或段的总数，这完全不可数。亚里士多德将实无穷的地位留给了所谓的第一推动力，也就是超越人类理解范畴的创世原动力，这成为了日后那些支持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者的基本论据。又过了一个世纪，阿基米德将实无穷融入了对曲线和体积的测量。他的方法说到底就是做加法，在圆内内接一个三角形，再将这个三角形变成四边形，然后是五边形，以此类推。随着内接多边形的边数无限增加，这个多边形的边长度就无限接近这个圆的周长。通过将曲线切割成无数份的直线，阿基米德得以比较出各种曲线的长度以及不规则的面积和体积。阿基米德设想出的技巧在2000年后得到了发展，然而他关于无穷的理论却没能得到发扬，原因就是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所形容的基于亚里士多德前无穷理论的数理反应。基督时代接纳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他的宇宙观中，地球的中心地位牢牢不可撼动。然而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学者甚至一些西方思想家都认为宇宙是个无限空间。在欧洲，
宇宙的无穷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再次浮出水面。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地球围绕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天文学家蒂谷陆续观测到一颗远距离的超新星和彗星，这些天体似乎是独立于其他星体而运行。这些发现让古希腊人的宇宙观逐渐开始崩塌。一位名为布鲁诺的天主教修道士辗转欧洲各地，广泛宣传宇宙无限论，让这一理论成为关注焦点。1600年，他被宗教裁判指控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9年后，也就是1609年，伽利略用第一架天文望远镜证明了宇宙远远大于人类想象。他在之后的著作中甚至尝试推翻前无穷和实无穷之间的界限。不过伽利略后来被迫放弃了他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说仍然占据主流位置。当时所有探讨宇宙无限性的言论都难逃厄运，因为无限是只属于上帝的。说的一句话就是，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原因可能有很多，也许很多人发觉了现代科技的解释与宗教经书有共同之处，亦或者有很多的问题现代科学都无法解释，只有在宗教中才能找到答案。那么科学的尽头真的是神学吗？我们这个无比神奇的宇宙会不会是由神所创造的呢？科学家将宇宙的定义分成两种，一种是广义的宇宙，指的是万事万物的总称，它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是无限大的。而另一种狭义的宇宙，指的就是包括了地球在内的空间所有物质，这个空间正在不断膨胀，而且它的大小或是有限的。也正因为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于是描述宇宙模型有了很多的说法。从广义的角度，我们地球所在的宇宙空间的外面或许还存在不一样的世界，那么地球所在的宇宙会是谁创造出来的呢？随着研究发现啊，宇宙的直径已经超过了920亿光年，目前呢还在不断的膨胀。更为神奇的是，我们这个宇宙是在130亿年前无中生有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要说到宇宙大爆炸的起点了。这个起点它不是一个点，它没有大小，没有时间，所有的一切物理规律在它身上都不适用。而正是这个什么都没有的无，一经爆炸却创造出了含有近似无限物质的宇宙。于是就会有很多人惊叹，这就是神的力量啊。其实啊，对于起点这个存在又不存在的点，科学家也非常矛盾。但宇宙是无中生有的诞生方式，在道教、基督教都有提过。那么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做到从虚空中硬生生开辟出来一个宇宙呢？而且开辟出的宇宙竟是如此的复杂，这不得不让很多人怀疑神的存在。因为这种力量太过强大，强大到超越了人类认知，哪怕人类的科技再高，比起能创造宇宙的神来说，都是小巫见大巫吧。那么是否真的存在一个神去开辟宇宙呢？这种力量究竟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呢？假设真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力量，为何我们的宇宙运行得如此精妙，甚至还存在地球这样一个充满生命的世界？究竟有没有神呢？请关注探秘未知世界，在评论区留言并告诉我你的想法。